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李纯。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记者会，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围绕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媒体的提问。与前两年的全国两会一样啊，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媒体记者们将在位于北京媒体亚中心的全国两会新闻中心，通过大屏幕连线的方式向中国外长提问。现在呢，我已经到达了新闻中心，将要参加下午的记者会。那当然，我也准备好了一些问题，希望能有一个向外长提问的机会。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外长记者会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阐述外交政策，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特别是在今年，在当下，面对世界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国应该怎么看？应对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不稳定，中国又该怎么办？这是国际社会的中国关注的重点。我想呢，也是今天下午中国外长在记者会上将会着重阐释的内容。网友们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有哪些关注的内容呢？我们中国新闻网微博开通了"我有问题问外长"的话题标签，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从目前网上的声音来看，像海外领事保护、中美关系走向、全球抗疫合作、主场外交安排以及两岸问题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即将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长是否会回应这些问题，又将谈到哪些热点，值得我们的期待。